More good news. Our book, 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Buddha's Teaching, is circulating in China now. The Jonan Dharma volunteers have already donated this book to many libraries an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d the U.S., includ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Harvard University. We're happy to announce that this book has been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n Beijing and the Shanghai Library in Shanghai. There are many regulatory hurdles to jump in order to publish and circulate this book in China, but we made it. See the link below to check it out. If you are in China, you are welcome to borrow the book for free from these libraries. We will continue to donate this book to hundreds of libraries in China, and we will update the list and map of the libraries in this channel and on our website. Please check back regularly. The book is the fi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ouble translation of the Jonan Master Dobogpa's work. Please contact us if you want to buy the book or would like to read the book but can't afford it. We're happy to donate a copy to you. If you represent an institution and need a large quantity of copies, also let us know. Our entire purpose of existence is to give Dharma, so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真心本觉说的特质在于阐释心之本觉与不觉之间的依存与消亡的发展状态，是染法之所以升起与还灭，也是众生之所以可能成佛的原因。大圣起信论对本觉的论述，先从作用和体性的角度分为随然本觉和性尽本觉两方面。随然本觉是从作用的角度，依一切染污法显现本觉的体相。随然本觉又分为智尽相和不思议业相，其中智尽相是在染的本觉具有破除妄染、恢复自身清净、显现法身的纯净智慧的功能。不思议业相则是在智尽相的基础上显示本觉业用的能力。性尽本觉是从体性角度直接显现觉性本自清净、无限广大的业用。大圣起信论中以镜子与性尽本觉的大意，即如实空尽、因熏习尽、法出离尽、缘熏习尽。论中云：一者如实空尽，远离一切心境界相，无法可现，非觉照义故；二者因熏习尽，为如实不空，一切世间境界悉于中现，不出不入，不失不坏，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及真实性故。又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智体不动，具足无漏，熏众生故。三者法出离境，为不空法，出烦恼爱、智爱、离合合相，纯净明故。四者缘熏习境，为依法出离故，遍照众生之心，令修善根，随念示现故。此四境中，如实空境，借如境中无物与心体，离所有妄念染法，绝对清净无垢，等同于心真如门中的如实空之意。因熏习境，借如尽能应现万物，与世间一切均以一心为本性，
本觉得心体不动为静，但具足远离烦恼的无漏清净的熏习功能，促使众生厌生死求涅槃，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法出离境，借如擦拭镜面尘垢，欲真如觉体，是远离一切生灭与不生灭和合之相后的无限清净之相。圆熏习镜，借干净的镜子为人所用，欲觉体，可以使众生发心修习，升起觉智，成为众生解脱的外缘力量。概括这四个境，其中一二两个境用以显示在烦恼缠缚之中的本觉，如同随然本觉中的智境相。三四两个境显示的是从烦恼缠缚中得以解脱的本觉，如同随然本觉中的不思议业相。可见性净本觉与随然本觉是不相舍离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第一境从如实空义而言，后三境是从不空的角度论说。这就如同真如门所言，真如即一心，具如实空与如实不空的两种属性。大圣起信论中往往会反复地运用各个名相来阐释义理，但又从根本含义中圆融各名相之间的体相用不一不异的关系。与本觉相辅相成的是始觉。大圣起信论中说，本觉义者对始觉义说，以始觉者即同本觉，始觉义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说有始觉，又以觉心缘故名究竟觉，不觉心缘故非究竟觉。所谓始觉，不是独立于本觉之外的觉悟，而是本觉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形态，是指众生逐渐破除无始以来的烦恼妄念杂染，获得觉知先天具有的清净体性的智慧。如果断除烦恼妄念杂染，始觉便与本觉无二，相合为一，进入成佛的境界。本觉与始觉合称为觉，与觉相对相成的是不觉。大圣起信论中说，所言不觉义者，为不如实知真如法依故，不觉心起而有其念，念无自相，不离本觉，犹如迷人依方故迷，若离于方则无有迷，众生一耳依觉故迷，若离觉性则无不觉，已有不觉妄想心故能知明义，未说真觉，若离不觉之心，则无真觉自相可说。所谓不觉，就是众生心处于迷妄的状态，不了解真如自体清净，而忽然升起妄念，进而显现出世间一切妄染境界。不觉依于觉的原因在于迷，不觉就是迷失了真如。由于众生觉悟的心体是无形无相、无动无静的，但众生却误以为有实体的存在而追求，这也是一种迷。这就是不觉依于觉的原因，
关于觉与不觉的关系，在大圣起信论中表述为，觉与不觉有二种相，即同相和异相。所谓同相，是指如是无漏无明种种业幻，皆同真如性相。就是说，无漏之觉与无明之不觉，从生灭门的角度看是有真妄的差别，但从真如的角度看，二者体性是相同的。所谓异相，是指如是无漏无明，随染幻差别，性染幻差别故。也就是说，从生灭门的角度来讲，无漏无明，虽然本体没有差别，但众生各自情况不同，其所具有的无漏净法的相状也各自不同，相应所生的无明染法自然也是千差万别的。可以说，众生本性是佛，但尚未毕竟成佛。所谓不觉的生成，是由众生心生起动向，进而由动而起妄念，由妄念而有主客之分，即染法的生起。觉性即心之本体，原本是不动的，缘何而起动？这是由于无明风动的结果。大圣起信论说，心性常无念故，名为不变。以不达一法界故，心不相应，忽然念起，名为无明。可以说，不觉的表现就是心存妄念，即有念，也被称为无明。因而念、不觉、无明三概念的意义同等。起信论中说，有心起者，无有出相可知，而言知出相者，即为无念。是故一切众生不明为觉，以从本来念念相续，未曾离念故，说无始无明。若得无念者，则知心相生住意灭，以无念等故。无念作为心体和最高境界的同义语，用以突出心的本然状态是不动的静态。无念是心体离言静极。这样起信论把离念与有念、觉则不动与不觉故心动对照起来，突出说明觉的本质属性是无念，不觉的一般表现是妄念，进而表述出由心动起念到生成世间万物是一条由静到染的妄染升起之路，反之，由不觉经始觉，再到究竟觉，是一条解脱还灭之路。众生以此为依凭，勤加修习，实现由然转静，解脱成佛的修行目标。不觉又分为根本不觉和知末不觉。根本不觉是迷失真如的无明，是无明之体。知末不觉是根本不觉所生起的虚妄执着，是无明之相。大圣起信论又依无明为因生三系，境界相为缘生六粗，将知末无明分为三系六粗。所谓三系，指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六粗则指智相、相续相、直取相、即名自相、起业相、业系苦相。这九相涵盖了世间一切妄染境界。
众生由于知末不觉，而生起种种惑业，使得生死流转。如果能够依靠本觉的内因和外缘的作用，消除无明，转不觉为觉，就能够获得解脱，成就佛果。这又涉及真如无明熏习的缘起理论。大圣起信论在真心本觉的基础上，得出三界唯心的结论，表明世间的存在是因为众生心。心生万有，使得心体蕴含一切世间法，同时又是众生出离生死、悠然转进的因缘。大圣起信论以觉表述世间与出世间的差异，反复强化对众生本有清净觉体、本性本觉的体认。这赋予了本觉双重特性，其一是由无明熏习而处于迷妄不觉的状态，其二是在染而不染，具有保持自身的自明性，并且能够依法力熏习从无明不觉中解脱出来。这就形成了独特的本觉流转与还灭的成佛论。真心本觉说的核心特质就在于阐述众生心的本觉的特性是众生成佛之可能性的保证。这样就将众生修持成佛的根源与途径的重点转向由众生向自心开发智慧。